做电影是《流浪地球》。《流浪地球》改编自作家刘慈欣的同名科幻小说。以往国人对中国科幻电影的固有印象大概是低幼加五毛特效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《流浪地球》代表了中国新一代科幻电影的重工业化探索，对中国电影有着里程碑的意义。下面开始接凶残的剧透，闲杂人等请回避。故事发生在未来，太阳急速老化并将不断膨胀，吞没整个地球。于是世界各国倾尽所有资源，建造了10000座行星发动机，驱使地球离开太阳系。这就是《流浪地球》计划。我以为我穷的吃土已经够可怜了，没想到地球惨到要流浪。接下来的故事分成两条线，一条发生在地球上，主人公刘启带着妹妹来到地面，违规开走了外公的矿车，最终被抓进了派出所。另一条故事线发生在太空，刘启的父亲刘培强是一名宇航员，已在太空站服务了10多年，即将退伍离任，返归地球与家人团聚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了。意外总是发生在主角要回家的前一天。流浪的地球在靠近木星时，受到木星强大引力的作用，地球上大量行星发动机出现故障，地球失控，即将撞向木星。于是接下来的剧情讲的便是天地两路人马如何拯救地球的故事。终于轮到中国人来拯救地球了。地面上，刘启的矿车被军方征用，开往杭州重启行星发动机。冒险小队在冰封的上海浦东遇阻，虽然最终脱险，但也折了不少弟兄。脱险后，他们得知杭州地下城已毁，任务失败。虽然杭州的任务失败了，但在印尼的地球发动机仍需要他们的救援。于是，一行人再次踏上征程。这个地球就像去西天取经似的。与此同时，在太空中的刘培强发现太空站的主控电脑失控，怀疑他已经叛变，便和俄国老哥冒险前往主控室，这才得知原来主控电脑并未失控，真正的原因是地球已被联合政府放弃。因为根据计算，地球不可能从木星的引力中逃脱，而太空站将是人类最后的希望，它保存着人类的全部资料，将飞向无尽的太空去播撒人类文明的种子。地球这次看来是没救了。不过天无绝人之路，地球上的刘启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可以利用地球发动机点燃木星上的氢气，产生巨大的推力，将地球推离木星轨道。于是一行人再次行动起来，开始了新一轮的冒险。然而地球发动机喷射的火焰射程有限，难以点燃木星上的氢气。这时候太空中的刘培强勇敢地站了出来，驾驶空间站飞向木星，并舍身引爆了空间站，成功点燃了木星的氢气，拯救了地球。真是太空版董存瑞啊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。你要是问我流浪地球好不好，那得看跟谁比了。放在中国电影里，其特效、故事、音效绝对是顶级的。在中国以往的类型片里，我看只有《寻龙诀》和《红海行动》可以与它相比。但是如果放在好莱坞电影里，那么《流浪地球》则暴露出很多不足。从整体观感看，在本片中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电影的影子，比如《2012》《地心引力》，甚至《机器人总动员》，致敬没错，但问题是太像了。这在好莱坞电影里则是大忌。但鉴于这是中国首部科幻大片，借鉴于学习同类经典电影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另外，片中小女孩和麦克随的角色略显多余。当然，在大灾难里增加一个小女孩，用小女孩的无助来突出这场灾难的烈度，这也是很多灾难片常用拍法。典型的例子便是《辛德勒名单》和《侏罗纪公园》。作为类型片，《流浪地球》中的小女孩本应该是一个靠全程尖叫来刺激观众的角色，导演似乎也是朝这个方向设计的，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，反而让这个角色显得多余。而麦克随的角色在同类电影中一般会是搞笑担当，用来在惊险的冒险中调节气氛，显然他也并没有做到这一点，反倒不如将这个角色和李依依的角色合并会更紧凑一些。流浪地球与好莱坞顶级类型片仍有差距，但如果和世界其他国家所拍摄的科幻片相比，则已经处于领先水平。中国重工业科幻电影已经起步，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国产科幻大片。无论最终结果将人类历史导向何处，我们决定选择希望。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和头条号"牛魔王子说电影"。